经历过巨大考验，呵呵。哎呀，按错了！哎呀，我放好了，没来及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按错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烦死了，烧起来了！哎呀，哎呀。Ready go！ 撞！这石头可以撞吗？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是啥？这还有路？目标。这啥？咱们干嘛呀？地图没看，这干嘛的呀？脏盘子，要洗脏盘子。那我还得，哎，我黄瓜，我米饭，米饭。黄瓜用那个给你啊，我扔三个过来就够了，饭。你说需要多少啊？你多扔点钱。啊，米饭好了呀！哎呀，那里灭火器了，我来了。没有盘子，宝贝我。哎呀，盘子，我这个盘子在我这呢。哎呀，哎呀，慢了，好慢了。哎，拿锅。哎，洗盘子哦，你哦。哎呀，没米饭了，宝贝我。盘子拿过来。你没米饭了，给我扔几个米饭过来。嗯。哎呀，这人垃圾桶呢？哎呀，行了，够了，米饭够了。你需要黄瓜吗？需要，需要。我要空盘子，要空盘子，切有虾，两个虾。没事，没空我。哎呀，按错了。哎呀，我放好了，没来及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按错了。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烦死了，烧起来了。哎呀，哎。哎呀，哪是这烦死了这个东西！哎呀，一点盘子没有了，忙太忙了，我这根本不忙。喂，我盘，我要虾的，两个虾。没盘子，宝贝，给你，米饭给你了，我米饭没盘子，这需要啥呀？米饭。哎，我的那个煮饭的锅去哪了？都不见了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盘子要去，盘子，黄瓜，黄瓜没时间我。好多黄瓜呢，你不用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还要米饭吗？还要？要啊，米饭肯定是必要的。做几个虾，做几个虾。啊，做几个虾。哎呀，没时间了，啥呀？没米饭我，我都没米饭，我都没米饭。整虾就行了，别不要盘空盘子放三个虾就行了。你虾在你那呢，我没虾。不要，不用管了，不用管了，哎，够了，够了，时间够了，整虾就行了。哎呀，你放好了我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够了，啊，够了，够了。才算偶低分呢，那也是三星，三星太低分了，太笨了。你那不行。不是，那没看到要干嘛？刚才。那你先看看。乱了，你都，咱们都，你更难的关卡过不了了。干嘛呢？哎呀，吐出来。这真舌头的，好恶心，啊，吐出来。耶，哎呀，有个隐藏关卡，先去隐藏关卡。你去，我不动。对，哎，不对，过不去。咦，过去了。撞我，撞树过不去哦，加油，走，还笨，你等一下，啊，切鱼蒸，然后我那边要搅面和肉放一起搅过之后，啊，你再蒸。等一下，你干嘛？你切鱼，你就切鱼蒸。我切鱼没事，哎，他过了，他自己没的。切鱼，你切鱼，把面粉扔过来给我。什么鱼？面粉。
鱼呢？你要吗？鱼你切，你切。我切鱼？啊，面粉多扔几个呀。鱼在后面给你。不是，你自己蒸，自己蒸。啊？你没看吗？刚才我都。自己蒸。我还可以把那个蒸，把那个放过去，放过去。你就把你的蒸屉放过来，哎、把蒸屉放过来，哎、对，放旁边，把蒸屉放旁边。哎呀，哎，快快快，鱼要上菜了，我8块钱我。你要洗碗是吗？还要？你给我拿过来呀，对。这啥呀？要蒸的？对，鱼你要自己蒸。还给你，还给你。鱼要自己蒸你。对对对，没有，我要蒸鱼了，我这个上菜了，我要，没有洗碗了，我要，来不及了，我，给我，我要去洗了。哎呀哎呀，你这个坏了，哎呀哎呀，你别看我了，上菜了，我要，洗盘子。哎，这个要蒸的，这要蒸的。我切鱼了，不行了，我鱼要坏了，我的鱼要。我还需要面粉，你给我扔过来。哎呀！哎呀，我的菜，我的饭，我太忙了，我这边。洗盘子，洗盘，哎，我扔了，煮坏了。那个东西可以蒸了，我给你摆好了。我去，哎！盘子，洗盘子。哎呀，我要蒸鱼了，我要弄。哎呦！洗盘子。你给我够了。嗯，好几个鱼呢，你先把鱼弄完吧。哎、你们洗盘子去了。老上不去我。哎呀，坏了！哎，我的鱼，你要等啊，我鱼，用鱼了，我要。对，你用一个。哎呀，老放不脏了我，那俩鱼我要弄。对，你用鱼就行了。哎，别放，我要弄鱼的。这个一会儿等那个啊，面粉我需要扔过来。没时间。哎呀，才400多分。面粉。没空。这个要上菜了，这个要。哎呦，怎么上不了楼啊我？不给我面粉，没法整了。太忙了我。快给我面粉。洗碗。哎，没时间了。面粉。哎呀，鱼拿着了。哎呀，来不及了我。可以的，宝贝儿，加油！我中鱼了，这鱼够不了了，分不够。这可以蒸，哎，蒸这个。哎呀，来不及！哎呦，上不去，我这楼梯老卡我，不好走。哎呀，够不了，太笨了。不过我这太忙了，我来不及。那你来这个吧，你来这个给你。我不行，我这边。换人了，因为太故作不过来，笨蛋。我切肉了，我要先。面粉呢？请问，哎呀，扔到我了你！哎呀，把蒸笼给我拿过来先。哎呀，你放进去了，宝贝。嗯呐。哎呀，这是楼梯老过不去，都不好弄。快点！
你可以弄点鱼啊。弄，我都已经弄好了鱼。被蒸了那个。我要没面粉呢。你要没面粉，跟我说。哎，别打打到我身上。没法控制我。哎呀，这里我两个面粉，完了。哎呀，弄错了。怪我。哎呀，我没时间了，我太忙了，我。你咋又忙啊？哪个人都忙、啊。洗菜，我洗完了，要鞋子了，我。哎。哎呀，完了，切鱼，你是老挡我了。没有盘子了，没有盘子了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我。哎呀。哎呀，咋放不上啊？盘子没有了，盘子没有了，我没事儿干了。盘子给你，快点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这个要。没笼子了，没笼子。我洗盘子去了，我要。盘子又没了。我洗盘子。要刷盘子吗？还要？要啊！哎呀，太忙了我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完了，没肉了我！哎呀，老放不对呀，这位置！盘子没盘子啊！洗盘子好久哦，我完全跟不上了吧你？来了，盘子来了！哎呀，完了！笼子，笼子！哎呀，掉地上了我！哎，你直接把面粉放到那个里面给我，给我！你把面粉给我放到那里面，我给你放在那了。要冷放进去。哎呀，哎呀！放进去的，又没时间了，完了，我切肉了，我要去。不对，宝贝，你说我不对。面粉应该直接给你放进去的吧？盘子吗？快点，盘子，盘子，盘子。有盘子，有盘子，那有盘子。哎呀，那个动不了了，那个。哎，咋拿了不拿了？哎，766了。哎呀，受不了！我把面粉给你放进去。啊，你这多做点，你这太咸了，你。下次继续。